好用。怎么啦？这个笔呀。啊，这个笔不行呀。它都烂成啥样了还用？哎呦我的天哪，都烂成啥啥样？不都是你弄烂的呀？不用我弄烂，姐姐给我弄烂的。啊，你想画画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还有这么多没画呢。妈妈呀，送给你一个礼物好不好？马上快六一了，妈妈给你安排一个新的笔好不好？噔噔噔噔，哎呦我的天哪，都看不见你的人了，哈哈，我们打开看看好不好？来看看你喜不喜欢呀。没那个。哎，打不开呀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使劲呀，我在打不开。哎呀使劲啊，打不开。哎，你没吃饭呀你。来我们把它拿出来吧。噔噔噔噔，哇，颜色很多。对，你看，哇，还带了一个收纳袋呢。你看，一共是84个颜色马克笔，还有一盒呢，一共有两盒马克笔，但是它两盒是不一样的哟。你选一个吧，拿出来。选这个。哇，你喜欢这个手提的这个？这个是84个颜色，打开看看，你看84个颜色是不是？就选这个了。我看这个。这个上学校带着特别方便，这个知道吗？这它有一个手提袋，这个是48个颜色，这个是48个颜色，那个是马，是那个是多的，这个是少的，但是都是马克笔哦。把它打开吧。这好像是笔芯。这你要上学的话，学画画的时候你带着它是不是特别方便呀？我把它上一年。哎，打开，哇塞，两边都是，看到没有啊？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而且它特图形还特别好看的。你看一下，它是一个那种小猫咪的呢。你可以随便打开一个，你看上面都是这样的。这个马克笔还是水洗的哟，知道吗？一洗都能洗掉，而且还不透析，一洗都能洗掉。你涂上试试，你看好不好？这是笔芯吧？对，好不好？嗯，就是笔芯马克笔，买到了吗？笔芯马克笔，笔芯马克笔是最好用的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笔芯马克笔和那种平常的马克笔不一样，平常马克笔擦到以后。对，它可以透，它可以双叠，是不是？平常马克笔比你涂上以后，那手上都是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个很干净，这个可以洗掉的，是水洗的。那可以用纸巾给它擦下来。你涂吧，你一会儿把这一大个小娃娃都给它涂掉，好不好？这个给涂上了。行，涂没事，涂吧。